嗨，各位好，我是 Darren。做完刚刚运动，想必很累吧？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些缓和运动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缓和运动呢，会有七组，大概10到15秒，快转为主，阻力不用重，没有关系，但是回转数一定要超过100。OK， 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把阻力调重，大概4到6成就好，轻轻松松的踩。RPM 呢，留在70到80之间就可以，好吗？准备了哦，副歌的时候，我们维持这个 RPM， 然后开始，嗨，一，嗨，跟着我脚步，啊啊，一啊一啊，跟着音乐踩也可以。好，停。停的时候，不用调阻力，把你的 RPM 维持在70到80之间，应该感觉很轻松，脚要踩得到东西。我现在差不多 RPM 80，然后大概40%再踩，30%OK 的，加油。刚刚练得那么累，现在只要把回转数往上拉就好了。如果刚刚受不了这么高回转数的话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把档再调松一点点。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刚刚好。如果你们觉得 RPM 拉不起来的话，把档调松一点点，我们要再来15秒，预备，来。核心收住，这个核心要收住，好不好？收住，然后拉回转速100以上哦。对，不知道100以上是什么，跟着我的脚步，我是跟着音乐。停，很好。停的时候，把 RPM 调回70到80之间，好吗？记得踩的时候。不要太拱，好不好？收住，核心会手里，很好、啊。核心这边要用力，很好。喘一下哦，不错吧？坐起来一下没关系，缓缓你的肩胛骨稍微伸展一下，享受一下音乐，是不是？一样，我们等副歌开始加速。RPM 100以上哦，准备。嗨。踩，一二，对，很快的，对不对？停，好 ，RPM 降回80，很好，30%。刚刚 RPM 100的时候，了不起，也就60%而已。所以你觉得你很耗力在踩，脚很酸的话，把档调松一点点，好不好？只会觉得有点喘，脚不应该那么酸。很好，呼吸有没有慢慢回来了？很好，准备了、哦、，Go Go Go Go， 2、3，很好，好，停。好 ，RPM 80，好吧，稍微调整一下，准备了、哦，再一个，嘿，从 RPM 跟着音乐踩，我这个脚步大概是110，很好，有没有觉得很喘？没错，
就是这种感觉。啊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。好，哦，喘吧，脚步应该酸，应该是这个地方要喘。来，加油。最后两个。准备啦，我们等副歌。一、二、三，走。跟着音乐很好。收。差不多了吧。好，放松一下你的上半身，稍微伸展一下，很好，脚步维持在70到80之间，不知道70到80，跟着我没关系。一二一二，脚基本上只有一点点的阻力。好，我们可以稍微做的旋转，放松你肩胛骨。看看有没有办法放慢你的呼吸。我们等最后一个副歌，再做一个高转速。今天的缓和就到这边，好吧？准备了，把你要的档先调好。我们练一下，拉拉看有没有办法到110以上，回转速到110以上。记得你的 overall effort。一样维持在60%左右，准备了，加油，跟着我一起来，开始。哎哎哎，再来再来，踩到有点喘，看看呼吸放慢，啊，很好，最后一个，停。啊，不错，放慢你的脚步 ，RPM 可以慢慢降到70或60，慢慢恢复呼吸之后，各位就可以停了。如果喜欢这样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分享、按赞、订阅。想要做更多运动的话，点这边。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话，别忘了。这里还有哦，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谢谢各位，我是 Darren， 嗨。